然后概念就是他们可以拍到打卡打卡，对，今天环境很舒服，大家今天有到的。我们的经济 CP， 我们古老板已经出来准备来为大家服务。待会呢，他会为大家送上我们红坊的特调 Sangria 给大家。我们现在可以来准备迎接我们的 Sangria， 会有我们的刘丽来递给大家。一天一咸鱼，真的，一天一咸鱼，满满的爱。其实我知道 announce 我们一分钟后正式开始，那我们音乐已经停了，我们就直接正式开始。好，各位媒体朋友 KOL 还有所有贵宾，今天呢邀请到所有现场的所有贵宾朋友都是我们的创意牛肉面馆，我们的古老板所邀请的 VIP。 那我是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服务生，我是服务招的阿凯，欢迎大家。谢谢。我们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就是色香味俱全的保留席位。那其实保留席位呢是我们的 3D 电视 Vido 影音还有我们的日本 SBO 所共同推出的原创都会 BL 系列 BBL 的第三部曲。那我们已经走过了青春校园爱情故事的免疫屏蔽，还有就是职场我们霸总跟我们小秘书的职场都会爱情是我们的保留，我们的绝对占领。那我们下周五11月24号晚间8点要在我们的 VBL 的 Serious YouTube 频道呢来探讨爱的限量性的保留席位。我们要先来邀请我们的老板，也就是我们的经济 CP 来先来跟我们的客人们来打声招呼，来欢迎我们的保留席位的经济 CP， 欢迎我们的黄春邦跟我们的陈玄宇。好，我们让他们两位呢现在是给我们的客人们好好的拍照的一些时间，他们可以展现他们最甜蜜的笑容。我们跟我们左边的朋友打声招呼，左边的朋友，还有我们右边的朋友，还有我们后面的朋友，以及二楼、三楼、四楼的朋友，都跟我们打声招呼。对，好，我们再次谢谢你们。谢谢。那个细火慢炖，最后呢就炖到了老板的怀里了。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最香的 BL 保留席位会是怎么样的美好浪漫。我们来播放正片。最好一出门就能谈到恋爱。那自己桌上能吃到的？你没看到他刚点的？汤匙是拿来用的。谁做的？九点钟，趁热吃，面都要凉了。欢迎朱雨欣。旋律仿佛就好像陪伴大家，带我们更进到这个戏剧里面去。你刚刚是不是跟啊？我要问一个没有在流程上面的问题。你刚是不是跟着我们一起在现场看1到5集？对，没错。如何？我都边看边笑，真假的？就是他们在亲亲的时候，我就。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成邦，我在保留席位里面饰演是古晋牛肉面店老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学宇，然后我在《保留席位》里面饰演的是写不出第三本书，很努力想要写出来，然后被戏火慢顿的畅销作家刘丽。而且两位就是 喝醉酒之后就非常会折纸哎。我想插一个题外话，你说，就是因为刚看你们很多就是那个结尾戏，然后其实陈芳是有胡子的，我真的很想知道跟有胡子的结尾什么感觉。也是像绵，是不是像绵羊的毛一样很扎实的？有人说说不快乐，不是，其实在亲的当下，你真的不会想这么多，是，但是比较多的感受是你亲完之后，你会发现你这边热热的。就是你这边会热，是你这边热的还是你这边热热的？他那边热热的，而且那个彩妆，你们给我好好讲，他的真的脸颊这边热热的，对，那个彩妆师来说，那个古静亲的时候不要那么激烈，因为一直磨到这边红的已经遮不住了。我里面其实还有写到一个东西，是他的眼神。就我相信大家在看这五集里面会发现，古静的眼神真的是。来，请形容什么样的眼神？不然古静现在看着他，你看着他十秒钟，我们倒数十、九、八、九、十、九、六、四、三、二、一，你真的是红了，你真的红了，你很容易被人心险恶，你很容易被欺负哎，就是这样子啊。其实大家在看刚刚。四五集的时候，是在那个，其实我有很多提示要让他去意识到我对他做的这些行为，但我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真傻啊？我是真傻，真傻，连安全带都不会扣的，当然是真傻吧？你大家都看到旁边有个保留席位的这个易拉板吧？有没有看到他的可以把美食拍得这么幸福，拍得这么好吃？我们待会呢会现场上六道菜，邀请 CP。不一定要吃，但是要把它拍出幸福、有爱、美好的样子。来，好，我们小弟弟要进攻了。好，这个看起来对你来说是基本款。我觉得刘丽真的是一个在剧中吃到美食就是会非常开心的孩子。来，再一次。看起来是很好吃的节瓜，对，下一个我们红圈，哇，可爱对看，现在他们现在世界就只有他们两人一个甜甜圈，眼中只有你。你们真的是很会把各种长条物就是。两个一起吃了什么配这个背景音乐就是我们那时候拍几天我们就吃几天，就是每天都有人请客，然后宣传的时候前阵子忘记录什么我们也在吃，然后今天我们刚有录一个东西我们也在吃，现在来到这一位我们还在吃。好，那我们到时候夫小之虫也会买到新的零食好不好？ Yeah. 好好好，不用担心，是好看的，是好看的。你可以沉浸在这个恋爱的氛围里面。其实不是有在流行那个手拿汉堡，然后咬下这个可爱的那个画面吗？好，来喽，三、二、一。可爱哦，我的天哪！好，我们先来一起共饮这一杯奶茶。我很想看你们。做一个姿势，就是刚刚不是有手拉胚吗？那如果古老板是用手拉胚的姿势，然后刘丽端蛋糕的样子，好贵哦！我毕竟已经玩了前两步了，但第三步也要。小哇，配合一下就很像。如果古老板生气的话，你会怎么安抚？或者如果是你要对古老板撒娇，你会怎么对他撒娇？直接开始是不是？这个是第一个。等一下，你刚刚他耳边说什么？你说什么？他说
说话没事。啊，是吗？好可爱哦！你除了会跟各种动物说话以外，你也会是这种人。那你啾啾啾啾啊，这个会不会那些的？好，那还有其他种撒娇方式吗？我们黄色小鸟。黄色小鸟。那帮你拿麦克风。按摩吧。按摩吧。按摩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老板可以吗？手劲不够，手劲不够。刚刚就是不可能配广场舞再给我。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第三个啊。哇，这很可爱。好，那我们就磨到十点整。他现在不开心的，你要重现那一招。你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就是有一种那种莫名的熟悉感，对，然后后来就发现你真的很认真的在 take care 我的感受，对，那这一点是我觉得很有安全感的地方。其实你的心思很细腻，对，包含很多你会想到我甚至都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完整，对，那我就觉得其实心蛮暖的啦，就是身边有一个人能在我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在我没有看到的地方，他可以去帮助我，可以跟我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或者是一起去想出下一个问题的解套方案。对，这一点是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自己是吃过边素，对，在早餐厅这一块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可能啊。他找餐厅，然后我又不好意思讲说我吃素或怎么样什么，对，然后他就后来自己发现说，你是不是吃素？对，然后他才开始去转变，甚至带我去了解更多素食的餐厅，对，所以这一点是我真的很谢谢他，也觉得很感动啊，真的，很舒服啊，因为其实应该说我的个性大家已经慢慢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很容易焦虑的人。但是不管是在工作上，或是我们私下出去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他都是唯一可以把我稳定下来的。这个真的是老实说，因为包括像我会录 ID 啊，或者是说在面对比较多人群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唯一让我可以缓过神来的状态是，我跟他对视，或者是他搭着我，然后告诉我说：“没事没事。”就那个东西很奇妙，就是他只是多一个动作，可是可以让我很，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大家怎么看我们。对，我觉得我想跟他说的是，这个好像在其他地方没有讲过，但这个我不知道这影片什么时候会上，然后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我是一个有的时候很要求完美的人，然后有的时候很想要把每件事情都尽我可能的准备好，或者是让它接近完美，但我们两个都不是完美的人，所以当发生一些小瑕疵的时候，我会沮丧。有的时候我会很不小心把这个状态带给他看，甚至让他可能也会被我影响到。对，但我觉得不要给我哭啊！不要给我哭啊！但我觉得就是。不行，客厅还没开始，先忍住。对，我不可以，我眼睛会肿。不可以哭，不可以哭。就是他可以接住我。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不好的时候，他是接得住我的这件事情，我很感恩。你很好，你没有不好的时候，你很棒。好，你可以去给他一个抱抱吗？没事。
保留席外的特映会呢顺利圆满的结束。我觉得一定是今年最香的 BL 剧，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每一集就有很好吃的料理。我刚刚看五集我就好饿好饿。对啊，我应该要去泡泡面吃水饺吃牛肉面的吧。真的，然后还要喝蜂蜜水跟吃粥。我刚刚看到那个粥我就想说，哦天哪，好好吃的感觉。但是真的非常开心，就是一直不断的有就是辅具可以陪伴大家，而且是非常用心制作的台服。那也相信呢，从11月28号礼拜五的每个晚上开始，就可以用保留席位来陪伴大家喽。好，那今天呢是我们主持特映会的花絮。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可以跟我们的集体 CP 告白，那也可以呢跟我们互动，那也可以欢迎把这支影片给分享出去，也可以按赞、关注、订阅浮躁的 FB、YouTube 跟 IG。再来有任何 VBL 的讯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哦。那么在我们的主持工作这边，下次再见啦。拜拜，好可爱！你看老板，你去跟他们合照，好可爱，拜拜了。